章丘市玉龙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山东济南，公司始建于1998年，注册资本2000万元，职工500余名，其中高级工程师10名，机械设计师26名，技术员30名。公司现有专利30余项，其中7项发明专利，并已通过 ISO 9001:2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C1 认证、SGS 认证等资质。产品涉及环保低碳、生物智能、城乡环境建设、养殖等领域，主要有生物质压缩成型设备、城乡垃圾处理设备、有机肥设备、饲料养殖设备和环保除尘设备5大系列，200多个品种，深受国内外业内人士的青睐。历经15年的开拓创新，打造的玉龙高端世界品牌，公司产品及成套设备均已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的技术鉴定和认可，并屡获中国优质品牌产品、全国机械行业百强企业、质量、服务、信誉3级金牌单位等荣誉称号。多年来，玉龙公司一向注重产品质量和品质的提升，在先进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确定了以安全生产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市场营销为龙头、以强化管理为手段、以队伍建设为保证、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战略思想。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产品高品质、高需求，玉龙公司严格把握每一个生产环节，从原料采购、零部件加工、焊接、装配到成品出库，均执行严格的品质控制。目前公司拥有大型数控加工中心、大型数控龙门铣床、大型数控糖床、数控模具加工中心、大型动平衡机等40多台设备，并配备了先进的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对设备的每个工件都要控制到精准作业，对成品、半成品进行抽样或全面检验，从而在生产过程中及时消除不合格产品，既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客户的要求，又为公司的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数据。玉龙机械不断加强产品研发能力，将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企业的价值观相结合，每一个新产品的诞生无不包含了工程技术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和智慧。为了实现与国外市场的对接，玉龙公司在积累了多年的生产设计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引进国外能源设备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并结合广大用户的实际需求，不断完善和提升设计制造理念，研制开发了离心高效制力机、平模制力机、环模制力机、卧式离心造力机、粉碎机、劈木机、剥皮机、木屑机、旋切机、烘干机、冷却机、包装机等主打产品。所有产品在出厂前均经过技术人员严格调试，确保产品质量。公司不断开拓创新，抢抓机遇，产品以操作简单、方便实用、外形美观3大特点赢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企业真正实力的体现。玉龙公司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飞速发展，是与玉龙公司为客户提供了一流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密不可分的。玉龙公司在行业内树立了美好的形象，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邹平有益饲料有限公司是山东本土企业，从购买玉龙机械的第一台饲料粉碎机到第5条饲料成套生产线，从波兰客户购买玉龙机械的第一台制力机到第500台制力机，无不说明了玉龙公司的产品是一流的，服务是优质的。从在阿根廷安装的木屑颗粒移动生产线，
到韩国、印度、越南、保加利亚颗粒生产线，无不反映了羽绒公司在成套生产线方面拥有大量的成熟的设计和安装经验。随着国外市场的开拓，羽绒公司在印度、俄罗斯、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创建了办事处和总代理，服务更加优质、快捷、高效。历史是一条不息的长河，发展是一曲豪迈的长歌。梦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意气风发的羽绒人，积极践行永无止境、创造一流的企业精神，站在新的起点上，羽绒公司正以满意服务、精品工程为宗旨，以技术出众、领先潮流为信念，以专业专注、诚信务实为商德，以造福人类、产业报国为志向，以铿锵的步伐迈向科学发展的美好前程，走向明天雄浑壮阔的乐章。